好事成双不过来，这个是三喜临门。OK， 紫红色的回忆。OK， 那不要忘记哈，我们后头还有下半场的歌唱节目时间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除了听唱歌，你们想不想看他们四位跳舞呢？想的话，来个掌声给我听一下，有没有？啊，不是四位，哎，五位，啊是啊，不好意思，什么什么，也是哈，没有，我负责带 step 是吗？你拜拜，是四位，你在里面其中，你是里面那一位哦。我可以主持的，不用请吗？然后来，我知道我小云也是会主持的，但是呢，今天我们既然周年庆，啊，美婷不要忘记，美婷明天会来，OK， 所以呢，大家想看我们跳舞的话呢，记得掌声给多多，尖叫声来多多，我们五位我带 step 我带头，好不好？掌声尖叫声一二三。啊，不够热烈啦，啊，没有了没有了，啊，还是有的，他们要更热烈，再来多一次，一二三。OK， 看赛吧。
个彩带鼓励支持。谢谢大家。那当然呢，我们还是要有我们在这个中段段的时候，我们来说一个简单的祝福语，好不好？一人一句。啊，生日快乐！啊，来。他最短的，最快的。来，这句话给你讲完了，我们要讲什么？对。啊，青春美丽，高朋满座。OK， 高朋满座，来。他都讲完了，早生贵子还是什么？早生贵子啊，什么？随便叫黑五花的，随便啊。早生贵子啊，什么早生贵子啦？哎呦，那个早生子孙满堂，你看这样子，子孙满堂。OK， 来，接下来我们 pass 给他好不好？可以，直接丢，丢过去。江墨生意兴隆，很好，可以。财源广进。OK， 很好，掌声鼓励鼓励。OK， 谢谢。谢谢我们四位美女 ，Thank you， 谢谢我们的 Peggy、完美、小溪，还有我们的小怡。那不要忘记我们后头好精心策划安排，那就是我们的今晚进我们的 Good Good Show， 我们的星城小姐已经做好准备了哈，跟大家先来做个小小的这个打招呼。OK， 之后呢？